阿翔，你你听我解释。我看你才是掠夺者吧，村民还没见到掠夺者，先被你给祸害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村民的抗压能力很强的，只是少个天花板而已，问题不大。我再研究一下，下次一定可以成功。答应我，杨太郎，放开那些村民吧，他们没做错什么。我这是在帮助村民搞基础建设，他们怎么可能反对呢？你们说是吧？去死吧！嗨，可怜的阿雅，现在被村民记仇了。我看我们还是先抵抗袭击吧，说不定你成为了村庄英雄，他们还能对你刮目相看呢。哎，对呀，我只要成为了村庄英雄，就算在村子里面实验大炮也没人说啥了。等等，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不行，小月。多少个年年月月过去了，我作为一个偶像派的我的世界作者居然一直在吃老本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向屏幕前的小伙伴们证明，我阿阳就算是不靠脸吃饭，也能靠知识和才华打出一片天地。槽点太多，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了。哎呀，不管看几遍我都觉得我的玛利亚之墙简直是神作，完美的防止了。哎，你们干啥呢？外面的世界可一点都不精彩啊！我可告诉你们，挺好玩的呀！我跳！哎，你看我上来，哎，我要下去，你信不信？下坡掠夺者要来了！推我一下，大哥，上不去了。你小心点呀！这些家伙好强啊！没事，我准备了秘密武器。什么武器？嘿嘿，Hey Siri， 打开 X 信家族群动态。太狠了吧，阿阳！你给我关掉！哇，快跑，小月，我们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的。这些家伙的力量在我身上。小月，我还有一计。哦，不妨一听。命之剑，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。确实如此。村民之安危，围墙围之而无需多虑。阿阳军师难道是想说？没错。村庄围城，以守代攻。非也，朕啊，我的意思是，反正就在家附近能一直复活，我们把装备脱了，跟他们一直耗着不就行了吗？我去，好主意呀！反正我开始脱了，都要看看这些家伙耗不耗得过我们。我跌跌撞撞奔向。哎，别！怎么跑家门口来了？这些家伙。